这个你就可以把花絮你给他们讲一下这滇西威海西，你看，这个是他们带娃儿啊，这个都好危险那个，我在监控里看到的，我跑出去到那个大那个媳妇儿给他喊的那个，哎喊给夹着去了，这个还不大人有劲。 好危险的！现在电梯没动啊，电梯动不了那个手机玩儿。啊哈哈！好，大人还有人理智啊，要是干这个问题，赶紧去。不然的话，假如避免才有人安排的话，就找到吧。然后再一楼。其实那些安检那警察都玩儿去了，闹心呐。